講返一套呢，即係講開體育就都然要繼續體育啦，真係成季好似體育返咁樣，體育季節啦。今季係魔法少女返，體育係第二啦，都係第二啦。係啦，咁我哋要講啦，呢套嘢呢就近期呢有少少花生被炒起嘅。咁啊係三澤大志嘅作品啊，喺粵行 Comic Rest 嘅一信社，大家有時可能會買啲漫畫，都可能有時會買到。咁啊當然呢套叫 Long Riders 喎，咁啊長騎美微，咁啲人睇咗以為哇五個，你見到個 poster 五個女仔笠住啲單車帽，以為哇係咪啲飆速宅男或者飆速宅女㗎？咪啊！喂，真係好惡意佢嗰班 pose 五個人，仲踩單車咧，仲著曬制服嘅喎、哦。哇！唔通有一套飆速宅女？我哋話飆速宅女，哇！大家鬥鏈啊，鬥快啊，逢拎逢冧啊，跟住去踩公路賽啊，咁噶嘛。飆速宅男咪唱公主呢度唱肌肉肌肉，啊唔係唱王子王子 ，OK 我明嘅。係啦，咁啊呢套咧就暫時嚟講就都甚少見到男角嘅，咁但係咧。哇！跟住喺日本嗰邊啲評價咧就幾搞笑喎。第一樣嘢，有人用呢個叫百家阿啲咩嚟形容呢套嘢。咁我睇下咩嚟百家阿啲咩啦。咁啊，有啲例如佢哋講係咩監獄學員啊，呢個眼鏡布都係呢個百家阿啲咩嘅其中一個例子。唔係嗱，有你百家阿啲咩呢個有稱讚或者可能班明踩佢嘅，咁係邊種先？依家係咁我唔知啦。我見惡之華都係有份嘅。咁我哋所以啱啱我知啱啱嘅巴卡係指觀眾睇嗰班人，即係呢啲真係，所以我哋係有誠意地擺翻一集三年前嘅一集上翻嚟噶。咁啊，請大家嚟留意我哋動漫無雙嘅網頁啦。咁啊，繼續講翻第二嘢先。嗱，咁啊，講翻呢套嘢啦。喂，大家都見到監督吉原達史，咁大家落去咦諗下諗下有啲咩波打第二支穆羅咪神啦，大家都知邊套，即係人魚公主嗰套啦，跟住最近嗰套最犀利嘛，即係佢監督嘅最近嗰套係咩？魔物娘的日常嘛，最近嗰套哇幾勁啊個，喂大佬個抱枕全球最長個抱枕都係佢整嘅啫 ，OK 唔係魔物娘嘅作者新工漫畫 OK 嘅，不過魔物娘算啦 ，OK 講完係大家都知嘅啦，呢套嘢就大家唔使再講。咁當然啦，嗰邊嘅評分咧都點解咁低咧？咁啊第一樣嘢就話。哇！呢套嘢真係劣化版 K On 喎，第一日個個人話 K On 就話喺度喺個室內喺個室內嘅部會，但呢個奶奶真係行出面㗎啦！你點樣做 K On 先？基本上，但第一樣嘢最慘一樣嘛，咁啊第一樣嘢見到咧女主角咧叫阿美啦，阿美啦，咁阿美就其實成個阿 Yui 咁嘅樣嘅，咁其實只係冇咗個頭飾嘅啫，咁啊又係咧好呆啦，又係唔知做乜，一開咗都見到個單車就好卡哇伊啊個單車，咁跟住就去買啦，跟住就話哇好貴啊咁之類，其實大家如果記得阿 Yui 嗰時。去買吉他嗰陣時候，其實都係差唔多咁嘅樣嘅啫。其實冇乜分別。咁女生買嘢都好多都係咁嘅。咁你唔好咁講嘅。好啦，佢有個俄新啦 ，Jimmy 啦，叫阿柯兒啦。咁咧個阿柯兒咧個樣咧，你同阿 Mio 個樣咧，我覺得唔曬分別。我第一眼以為 Mio 嚟嘅，真㗎， okay, 你自己睇下啦。我望緊，我揾張圖，我知嘅。不過只係暗十男魚尾星演啫嘛，我以為係有粒陽子添，原來有粒陽子要配第五個角色，咁冇辦法啦。咁全部同場都喺度，咁冇計嘅。咁第三個咧有個咁啊，突然間咧踩一下，第一次去踩啦，踩完之後咁啊，突然間叫脱水，就結果咧就撞到兩個大學生。咁一個叫阿顯拉哥，咁阿顯拉哥啊，大久保留美聖演嘅，另一個咧就叫雅兒，雅兒嗰個聖演嗰位新聲優嚟嘅，黑澤尤里卡，咁大家可能唔係好熟，咁咧其實。個情況呢咁啊跟住大家就聚埋咗，跟住見到原來大家都知，原來大家讀大家同一間大學嘅，第二集發現咁樣呢嗱，但講得第四個角色雅可兒呢，其實好似啊，即係嗰時阿大小姐個角色嚟嘅，咁但係大家睇咗一樣嘢，但係個配音呢，嘩，即係我覺得可能即係新聲優，即係又係即係同 K-On 版，雖然又係四個人，但係同 K-On 真係好大距離。唔係嗰種輕嘅聲係好似好怪啦，總之唔似一個大小姐嘅聲，總之套好似有啲隱意咯，有少少。咁你識講新人，咁俾啲寬容佢。係，我哋係應該要俾寬容。大家睇少女編號㗎啦，寬容。所以 K-On 嗰陣時咧，其實五個即係女配角員咧，都女配音員都好犀利咯，我覺得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有粒人真係配第五個角色係未出嘅。嗱，你話四個角色之中，咁啊又係一個搞氣氛啦，即係 Hinako 啊，叫做搞氣氛啦，鬼鬼馬馬咁啊，同阿 Nitsu 咪一樣咯。咁但係最慘一樣嘢咧，呢套嘢咧，啲作畫咧就一路日本嗰邊都好多網民評，跟住話喂好崩啊，好尖。咁當然未去到呢個學員帥哥嗰種尖法，即係尖到即係哇三角形咁啦。唔係佢呢個特色，佢唔係崩，你明白？學員帥哥嗰種係特色，呢度崩就係呢一樣嘢嚟嘅。係啦，咁啊當然仲有一樣嘢，咁大家都睇到喂又係啲咩？第二集又去旅行，跟住又係哇，終於大家約埋咗，佢仲要買咗架摺疊單車，咁又係見到有啲終於原來啊發現到有啲嘢原來係可以平啲㗎，咁我個女主角，咁其實大家都覺得係有啲白痴感覺嘅。佢呢個布係。
佢哋為咗補啊，唔係咩？係平時真係細個大學，原來啊，我哋係大學同學嚟嘅，跟住就誒、啊，我哋相約埋去踩單車啦，呢個禮拜日踩廿幾公里啦。我知啦，廿馬羅蘇蘇咩？係啦，廿馬羅蘇蘇咩嘅另外一個版係又係劣化版廿馬羅蘇蘇咩？喂，企我咯，唔同喎，廿蘇咩真係行山，同你講行山要咩裝備，行你路線，你跟住呢個路線行，你係行到嘅喎。好啦，嗱，大家都知呢個情況，大家都講個 query 啦。咁呢個女仔第一次、二次去踩單車啫，佢第二次踩。踩单车沿住海岸线去踩，咁嘅中途佢话好攰啦，跟住去食一个便当，即系刺身便当，跟住再去食。点解踩单车食刺身便当啊？系即系专登踩喺嗰间铺头啊嘛，跟住去睇海，即系睇完海就可以再去睇景啦，踩上山坡。你知唔知佢足第二次佢踩嘅时候，佢行咗几多公里？佢踩咗几多公里啊？嗰个女主角，跟住话个女主角啊，原来我踩咗咁多公里啊！我就算劈劈痛都唔记得咯。睇咗个景之后，你知佢踩咗几多公里啊？一个跟住啲人个话，我踩咁耐单车都冇谂过第二次踩单车要踩55公里咯。哇！佢个跟住啲人个系出嚟闹啊！喂，点解可以个逻辑系咁嘅样咯？呢个咪天生异品咯，喂！喂，四个人我第一次、第二次去踩有55公里，你唔好玩啦，真系！佢哋架单车系咪电动嗰啲有锁接碟嘅咋？仲要唔系真系咩噶？唔系竞赛啫，你识讲唔系竞赛嗰只？你话你去斋长途啦，佢即系接碟嗰啲单车就即系行出街，你喺屋村入面行啊，嗰啲就系马拉松嘅。系啊，即系你谂下几恐，即系嗰种套路系几错啦，套装都几紧要。错啦，你谂翻起。飙出宅男，当时佢踩住架普通嘅家居单车，就飙一赢个比赛单车，呢啲系天才可以参加比赛，话俾你听。佢唔系嘛，佢即系一个好似一个即系纯粹去玩旅行咁人啫嘛，即系所以奇怪咯呢样嘢咯。嗱，咁讲呢一样嘢，嗱讲翻呢套嘢咁啊，但系当然点解话有啲花生咧？因为事完咧开到第二集，即系第三集要延迟。发生咩事啦？大家都知啦，呢套动画公司之前都应该赚大钱噶啦 ，Girls and Men 啊，剧场版嘛。咁我哋要延期，咁下一季大家再见。OK， 咁啊系啦，唔系佢延期一个礼拜啫。咁但系啲人话，即系好多人而家系咪话而家通常有啲奇怪啦？咁通常问下系咪啲作画问题咧，或者系个古仔有啲乜嘢要改咧，或者咩连啲林林要执咧？咁我唔知啦。咁所以大家等多一个礼拜就知，尤其是近期有两三套都系咁嘅时候，咁啊大家都知呢套咩事啦。好，咁今晚时候差唔多啦，咁下个礼拜大家再见埋其他新番咯。好，系咁先，拜拜。拜拜。